月色会清，东风会冷，茫茫天涯路，迷人月儿薄纱背后，谁在妄想把天偷？烈酒醉香，木花最美，如何去消愁？谁能料明日酒醒以后，人常乱头还在剑击手。在欢呼声中，竟充满了独奏。床中的枕与襟，早施暴了陷阱。常握的一双手，亦忽变作拳头。鲜血未冷，情意已尽。何日刀锋断我手？可以坐低嘛？叶开，我唔系叶开，即如你唔系傅红书一样。系，我已经唔系傅红书。你仲未答我个问题，我可以坐低嘛？只要嗰个掌柜唔反对，你住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坐。他哋絕對唔會反對客人嘅要求。小姨，攞酒嚟。兩位客官，你要飲到幾時啊？我哋要上鋪噶啦喎。你聽唔到我講乜嘢咩？做咩问我点解会嚟？如果你系想讲嘅，唔使我问，你自然会讲。我冇将燕南飞嘅事话俾魏伟听，佢就唔会死。魏伟，佢死喺燕南飞手上。其实我间接害死佢。如果佢唔知道真相，佢就唔会死。呢件事究竟几时最？我哋两个一日唔死，燕南飞都唔会罢手。我而家先至明白，你点解长喺醉乡？因为醉咗之后，就会忘记好多好多嘢。嚟，饮。
先俾人杀咗，俾我啲姑娘杀噶。喂喂喂，点解要杀佢啫？嗰个肥猪咯，夹硬要茉莉姑娘陪佢，咁个茉莉姑娘又唔肯，咁咪杀咗佢咯？有冇搞错啊？姑娘出嚟卖笑噶嘛？系咯，咁使乜夹硬嚟啫？有钱就得啦。你知唔知杀人嗰个系边个？我点知啊？我亦唔想知。喂，杀人嗰个系茉莉啊？佢点会杀人啊？咪就系呢间店个死肥猪咯。他平時都想打茉莉主意噶啦，今次茉莉嚟買酒，佢就灌醉咗佢。後屘，誒，佢而家喺邊啊？你講茉莉，冇人知啊。日头戴住啲假面具，夜晚嗰阵要休息啊嘛。你梗系醉咗，你讲啲嘢我都唔明嘅。终于嚟咗啦！喂，你系咩人啊？苗疆霸主苗天王，哼，冯雪，上次你唔敢应战，今次你仲可以免？冯雪，喂，你真系冯雪？吓，喂，你认我啦！哼，不过估唔到天下第一快刀手嘅芙蓉雪，已经系一个酒鬼。我睇今晚我都系嚟错咗。冯雪，点解唔出手啊？喂，你会逼人太甚喎？唔关你事。冯雪，你果然系一个酒鬼，你根本唔配同我比试。你过嚟，同我将冯雪尽情侮辱，我重重有赏。系。喂，你想点啊？你揸走啊！如果唔走，我杀咗你啊！走，走啦！你喐手啊！唔使怕佢噶，佢只不过系一个酒鬼嚟。喐手啊！唔通你哋唔想要银两？喐手啊！啊！喂，真系醉醉喎，醉猫嚟喎，又唔喐嘅，系啊。佢反應噶，喂，嚇，喂，真係醉咗啦，又冇用噶啦，唔喐嘅。又邊個落嚟？邊個可以得多啲？喂，醉啊！我嘅手啊，你正啊，龍嘅咧，龍嘅。喂，真係唔緊要啊，走啦，龍嘅，飲酒啦，飲酒，飲酒。
真系。喂，走啦，饮酒上楼，走啦。你做咩啊？唔好搞佢啦。做乜唔喐啊？就自己啲啊，打一块刀。你哋侮辱越大，我赏赐就越多。啊？咁都唔喐手啊？收过。一齐做佢啦。停手啊！你哋。凤雪，你真系连狗都不如啊！人口水你都可以忍受嘅。放手啊！傻佬。傅红雪不愧是傅红雪。傅红雪，你是这样才值得我出手的。为什么你知道我秘密的？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没那么高武功。似傅红雪能够再有生机，你的功劳都算最大了。我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你应该很清楚的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喜欢你的敌人的。如果你要怪的只可以怪你自己。你要傅红雪和燕南飞比武是为了清霸武林，但是为什么你要安排我在他们之间？为什么你要回来我身边？因为你太孤单。我孤单？你离开傅红雪其实你是想帮他？不是，我是想帮你。帮我？为什么你偷练大悲符？我练大悲符目的就是想证明给你看，我都可以成为你左右手，同你统一武林的。但是可惜我失败了，我练不成大悲符。那你想不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失败？其实大悲符是我故意放出来武林，你所练的大悲符是没有练内心法的。不怪之我会经脉大乱啦。当你练大悲符的时候去到最高境界，你就会被你自己的内功练死的。你真的太狠心了。我都不够燕南飞他。傅红雪已经复活，燕南飞会好麻烦。傅红雪始终是他心中的一条刺。大阿伯，求下你啦，收我为徒啦。你已经是第一号的刽子手，杀人只要一刀，咁你仲要学乜嘢？打你个刀法，系我杀人一刀可以杀。但可惜佢哋冚唪必死之人嚟噶嘛，又唔识得反抗，边有你咁威风、啊？你觉得我好威风？系啊，但系每次我杀完人之后，我心都会好唔安乐，
我甚至会瞓唔着。而家我担心紧，我几时会发癫？但我唔会噶，因为我觉得杀人系一件好有兴趣嘅事嚟噶。原因就系只有你去杀人，但系当你学识武功之后，你就有被杀嘅危险。咁你教识我咪唔使惊咯，呼答。你唔好跟住我，我唔会收你为徒。我知道你会改变主意嘅，正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而且你一个人咁孤独，有我陪你饮下酒，倾下偈唔好咩？喂，呢度阴风阵阵，你唔怕有人袭击啊？唔会嘅。你咁肯定？呢处系死人嘅地方，唔会有人偷袭。哦，你嚟拜祭朋友啊？咦，好似有人嚟过喎，仲有冲茉莉花添，仲有张纸啊！欲找明月心，先往法池庵。我睇你要揾嘅人应该入边。咦，点解你仲唔入去啊？我仲要等埋附近嘅人。明月心喺边度？佢喺边度唔紧要，最紧要就系你肯嚟。你唔知道我最中意系神，尤其是高手。谂唔到被杀嘅滋味系咁。其实我都唔想一个人饮酒。红雪，我从你嘅眼神中睇得出有好多疑问，点解你唔问我？你愿意答我吗？愿意，因为已经冇咩值得隐瞒。嗯，你就系公子瑜。我本来系公子瑜嘅傀儡，但系而家我已经系真正嘅公子，而公子瑜就只能够从翻而开。因为你已经击败咗公子瑜。冇错。今日你就要击败我。是。以前你有很多机会可以杀。我想证明我真正比你强。你想利用我来打击公子瑜。凤凰集之战你未尽全力。你认为呢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今日之战胜负我亦未知，好快你就会知道。你已经明白晒，仲唔出手？有啲习惯系永远都唔会改嘅，甚至到死嗰日。Thank you.
已经败过一次，又何必再次求败？你一早已经有必胜嘅把握，因为我嘅心已经不乱不动。你当然应该有把握，我本来就应该死喺你手上。你杀咗我啦！哀莫大于心死，我又何必再出手？你死咗，点睇见我同傅红雪决斗啊？你系故意要我同傅红雪一战？你终于都明白了，你嘅伤同埋红月山庄被毁都系假嘅。我早知道你有反叛心，但我想看看你会怎做，但可惜你始终都是失败。现在你们追我红雪，为什么你不杀了我？所以我留住你在这里，要你看我怎打败傅红雪，等你对我心服口服。你醒啦？你系翠龙。明月心定是茉莉？我姓卓，是这里的女主人，你可以叫我做卓夫人。
卓夫人。乜你唔奇怪？你点样嚟呢度嘅咩？既然我都嚟咗，我又何必问点解会嚟？你真系唔想问？咁点解你唔一刀杀死我，然之后夺门而出呢？我唔想咁做。你唔想走啊？要嚟呢一度并唔容易。既然嚟咗，我就唔会走。更何况我仲未见一个人。系边个？系真正嘅公子瑜。你真系想见佢？嗯。我带你去。呢度就系啦。我将会见到真正嘅公子瑜。冇错，你不愧为天下无双嘅高手啊！佢都未曾有任何动作，你就知道佢系高手啦。就系由于佢冇任何嘅动作，所以佢先至系天下无双嘅高手。哦，唔通冇动作比有动作更加难？难得多。假如你系傅红雪，我突然间喺你后边，你会点啊？我一定会大吃一惊咯。吃惊系在所难免，但系要提高警觉，一定有所行动。冇错啊。因为你一喐，你就会死。点解呢？因为根本你唔知我由边个方向去进攻你，只要你有所移动，你就会造成致命嘅错误。但我知道你唔会杀佢嘅。如果你要杀佢，以前咪有更多机会。公子瑜唔系好想杀傅红雪嘅咩？佢唔系想杀你，佢只系想击败你。要杀你好容易，不过要攻击你更加难。点解你要舍易求难？因为我是公子瑜，你是傅红雪。那即是说我们之间将会决一死战。其实这一战可以避免的。只要你肯做公子瑜就可以了。你的体力已经渐渐衰退，你已经很疲倦，你想继续拥有这一切，就只有找一个人来替代你。我只不过不想太过操劳。你要找的当然是最强的人，所以你找到燕南飞。他的确是很强，而且又年轻，可惜他在凤凰集摆你刀下，他求我给一年时间的苦练，在一年之内他再击败你，他依然是公子瑜。他为了要击败我，所以他更加要得到大悲符和孔雀翎。可惜他始终得不到，因为你依然是比他强，所以你现在已经是公子瑜。咁只不过系公子瑜嘅替身啫。你可以得到莫大嘅声名、财富同埋权势。冇人能够拥有呢一切，到有更强嘅人出现嘅时候，呢一切一切都会完全丧失。你拒绝我？冇错，我唔想好似你咁咁快就衰落，所以我依然要做翻我嘅傅红雪。你唔肯做公子瑜，你以后再唔系傅红雪，我会变成一个死人。你可以考虑下嘅。如果你肯做公子瑜，卓夫人就属于你嘅。
我仍然要做翻我嘅傅红雪，我唔会做公子瑜。咁我哋呢一战真系在所难免噶啦噃，我根本就冇谂过可以避免。好，你今日喺度好好休息一晚，听朝一早我哋决定日后嘅命运。我希望你听日能够保持良好嘅状态。如果你今晚有所需要，卓夫人一定会满足你嘅。呢个真系可以讲话应有尽有嘅。如果你有啲咩需要，你即管话我知。卓玉贞系咪喺度？系，你想见佢？可唔可以？当然可以啦。你仲有冇其他人想见啊？冇。好，我一阵间将佢送去你房。卓玉贞，你唔使喺度诈癫扮傻。有个人要见你，好啊！你唔应我，我就话俾傅红雪听，话你唔见佢。傅大哥嚟咗，估唔到傅红雪嘅魔力真系咁大，一个癫咗嘅人，听到佢个名，居然清醒翻。佢仲记得我，你知唔知？佢系我哋苏夏嘅阿爹。边个？系卓姑娘啊，卓玉贞姑娘啊。傅大哥，睇嚟你嘅生活都过得唔错。咁我都可以放心。你叫我嚟，就系想睇我好唔好？我哋系夫妻嚟嘅喎。系，我系两个苏花嘅阿爹。不过冇事。我知，由始至终。你都冇喜欢过我，你喜欢嘅系明月心。既然你唔喜欢我，又何必再叫我嚟？好，就当我系唔应该叫你嚟。咁你而家一样可以走，冇可能一样。点解冇可能一样？大哥，我红雪，你而家应该知道，冇可能一样。系咪因为我要你嚟，所以佢将你折磨成咁？你应该知道，佢唔会俾你掂第二个女人，因为。你要咁做？我做咗啲乜嘢啊？卓玉贞已经一无所有，你仲对佢咁残忍？我冇做到，就算我点解释，我谂你都唔会信噶啦。你以为我会信你咩？你一啲都唔了解我嘅。我啱啱先同你认识，我冇理由会了解你嘅。冇错。
同我同床共枕多年嘅女人，我都唔了解，何况呢一个系你啱相识嘅女人？傅红雪，你太疲倦，太紧张。而家离开我哋决斗嘅时间，仲有六个时辰。如果你再唔利用呢个时间去轻松一下，我睇怕听日咁嘅时辰，你嘅尸体已经冷冰冰。你行出嗰边，右转三次，嗰度有间房，有个女人瞓喺床上等你。佢系边个？你唔好理佢系边个。好似你呢咁嘅男人，应该要将天下所有嘅女人都作为工具。工具？佢哋唯一可以令你轻松嘅工具。如果你唔中意嘅，你行出去右转三次，嗰度另外一间房。咁房里边又有乜嘢？系一副棺材。今次嘅选择非常之容易，我都要轻松一下，失陪。水，我要饮水，饮水。佢终于都揾咗你嚟。至于我求你，你杀咗我，你杀咗我！
你嚟咗啦。你系边个？点解会喺树等我？你唔需要理我系边个，点解你要入嚟？因为我要赢，听日我一定要赢。咁你就最好离开呢度，因为你冇可能会赢。既然我嚟咗就唔会走，就算我离开都唔可以解决事情。点解你唔肯做公子羽？你明知我唔会接受。我点解会知道？因为你就系明月心。你错啦，世上根本就冇明月心呢个人。明月又点会有心呢？我心向明月，明月本无心。或者你以前真的见过明月心这个人，但是他已经好像你的旧情人翠浓一样不再存在。他真的不再存在？明月心，为什么你还要骗他？傅红雪，你心中有很多疑问，都已经有了答案了。这些答案只会加强我赢你的决心。这些就是我所需要的效果。你知道要找一个真真正正的对手并不容易。但我又知道现在你心中有一个疑问是还没有答案，就是想知道明月心为什么回到我身边，是吗？当初我的确派明月心去帮我燕南飞，但我发觉他对你动了真情，后来他连大悲赋化为无情字，他想叻过你而令我放过你，是吗？但是可惜我失败了。后来你是化身为茉莉，他想同你遁迹江湖，你始终都不肯放过我哋。我跟你讲过啦，要找一个真真正正的对手并不容易，而且我发觉燕南飞的野心越嚟越有趣。所以你故意令他以为自己成功了。我就想证明一下我自己的能力，而且明月心回到我身边的确是意料之外，因为我始终不相信公子羽会失败。你就是怕着傅红雪会败，所以你回到我身边探我的虚实。我知道你心目中只有傅红雪。傅红雪，如果你能够赢了明日一战，明月心就是你的人。傅红雪，今日我专程带明月心同埋燕南飞嚟观战，佢哋两个人都好想我输。佢哋一定会好失望嘅。我现在要你试一下真正大悲赋的武功。
这个梨花好香，温馨。